啊，所以我们想到今天困难，今天大家都怀疑，学会了怀疑，对什么都要怀疑。那换一句话说，一分成就都没有，这怎么能学？怎么个学法？只有学文字了，学皮毛，完全文字上表面的意思，都是个人自己的意思。与佛菩萨祖师大德毫不相关。开经偈上说，愿解如来真实意，这句话没有了。啊，今天这个社会五伦没有了，五常没有了，四维八德当然也没有了，这怎么办？这真的不是假的，所以沉浸心没有了。哪一个人有沉浸心？哪一个人决定的生净土？啊，只要生到净土，你就得到保障了。在极乐世界，决定一生证得圆满佛果。啊，所以沉浸对我们现在来说是第一个大德，决定不能没有，啊，对经教再不能怀疑了。真正不怀疑，我们就是真干了。啊，我们每天学习，学习一点就真正做一点，我要把它做到。